大家好啊，今日就同大家开箱呢个阳山水蜜桃啊，打开佢嚟睇一睇啦。咁呢个阳山水蜜桃咧，特别之处就系佢非常非常之多汁啊。据闻可以用饮桶嚟饮啦，咁话咁多汁，咁就几百蚊买一箱翻嚟试一试啊。啊，望下先，一阵土味。非常之香啊！嗱，不過咧，這個咧就未夠熟嘅，可能都要擺幾日先得喎。攞曬佢出嚟望下，每一個係咪都咁完整咁靚先？這個都 OK。咁啊，繼續拆啊！這個好似熟啲，相對上熟啲。最後呢一個啦，好啦，咁啊，暫時咧就擺佢喺度，咁就過幾日咧熟啲嘅時候咧，就同大家開土嚟食啦。咁啊，好緊張啊！咁大家咧就要密切留意之後嘅影片啦。咁今日嘅分享咧就嚟到呢度。如果你中意我影片嘅話，俾個 like 啦。另外記得去分享俾你朋友，再去訂閱我嘅頻道。咁就唔會錯過之後精彩嘅影片啦～